要是有蜘蛛就好了。调香师在二号站，先知木马，街市应该在7点。不接先知，先知这个我打，干嘛呢？不用打，哎呦，这都能撞到，惊了我都。抓先知，这人挺会防的呀，爆点都很及时。现在这个调枪不知道在哪摸呢，应该在这附近。前锋在附近啊，这前锋很喜欢骚扰，不消电击，就在那边骚扰，打了个受伤，大不了就挂他。再等一个误认。早上起来摸电机，机械师一台，要么拦机械师，要么打调香师，先知一台。机械师过来偷了，还把他偷到了。传送手机了，
那有趁实地刀，不挂了，没治愈。前锋有怀表。 贴门，他前锋不带大印章的，这是个问题啊！调香师回去了，优先杀调香。 倒也行，平局了。那刚才就应该把前锋打倒呀，赌一手这个前锋没当心上。 看能不能转个脸，先知，还可以，至少拉近距离了。看他一脸要走位的样子。 直接打！不敢乱丢，算了，守时。万一他开了个球，我这个人无伤就能完蛋了。
修养，才到达有一半的球。 真的假的？又吸了只鸟，不追了。嗯。 条纹师救他了，抓先知。 哇，这里敢翻！赶紧修修修修修，不回去吗？回去那死了。老远放那瓶香水都不回去。 前锋，这废墟还有一个人。 应该是到小木屋去了。朝翔。 镰刀了。
哇，这拉了多少球啊？球都没了吧？大概将近一半，没丢个眼线，然后让他修。 那这波前锋不敢拉球了呀，他没什么球，他只能贴身急救，他拉了将近一半的球，他的石像，我这边椅子这边丢个眼，等我两个人走路就慢一点，然后看他开不开球，就他再开球的话就基本没什么球了。 没球了，杀他了，守三连，没有过半，怎么可能那么快过半呢？ 骚扰一下，不然让他修得太舒服。嗯。啊。嗯。啊。 然后这边要摸人，还没摸了，这电机还差一丢丢，还没过来救了，请帮忙起来了。 哎，这刀怎么空了？嗯。
时候不着急，那边有两个眼。还是被救了。我靠！你摸不好，你百分百摸不好。他绕了一圈，从石江过去了。哎呦，我就应该知道他从石江过去了。他在医院里面出来了。没刀了，兄弟，没了。黑妹跑了，那我感觉这个里面绝对不是什么好追的。假装打，死都不打，然后他转身的时候再打一下，他就中了。等一个无人，把娃娃赶走了。一把枪啊！过半了。打个二隐身，
我找到铁石。感觉像在废墟，把娃娃打了吧。唐诗救，结石不难救的，都不救啊，让他过半吧，不守了。结石感到有怀表，没必要守了，说不定这边还能打个恶影。看来没必要了。然后摸好佣兵，佣兵再救一波，把那娃娃打了吧，再废墟，反正传送快好了。那就佣兵救了。其实没有娃娃了，佣兵三层后遗症起不来，佣兵一挂死。哎，出刀了也没用啊。何必呢？不如咱俩就赶紧结束，搞一个末班车，还要挣扎一下。别护臂了。他抽完这个肯定要去那个那边抽，没有啊，那去这了，也没有那家医院。医院也没有的话，那就在废墟了。跑小木屋去了。我就要盖板子，刀这刀有点窄呀。不知道是谁，估计是跑了。尸体。
我亏啊，这样玩的话，打了一刀走了。 稳不住了呀，要崩了，不如这把我带个闪现，闪现都比这个苍蝇好使。 哎，还好，其实这把打的就是一坨屎，然后他们给机会了，起步美哉，骗他一下，哎，然后再我假如他打真打，可以可以，还行。 简直！就走了，就走了，完蛋！ 还带错天赋了。 没封窗。
怎么就没封窗啊？玩个锤子，一进大房我就追不了，我很难受，没有风窗，然后还一直被蹭十几刀。哇，难受的一匹，佣兵修完一台电机。园丁把调香师摸好了，这佣兵在这蹲着了。没事，这个人跑不掉。还差一台，佣兵倒地了。现在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修完电机过来救人。救不到。救不到，修电机，没治愈，再打一刀后遗症。园丁想补，打大哥受伤去挂条浆，没有封窗还是能打的。走位，调香也没治愈了，都没摸起来了。哎呦，我摊个蛇皮无人啊。行了。
军工厂没封装太难打了，进大房根本不想追。现在就应该把带个风窗把这个援军击倒，他刚才进大房我不想追，把他击倒的。那场上没人吗？先是绕过去了，这都行。卡了个死缝里面，我为什么没打着？这个前方还进不走呢，开不开球？知道我精神你也没用啊，过半了。现在在船上打针队吧，不能把他放走了。怎么还有鸟啊？
这电击守不住的，只有魔术师有机会，前锋是没机会的。这电击也修完了，那没了呀。看看能不能路上抓一个魔术师。我觉得他下不来，前锋还有怀表。接点了，前锋没治愈啊，这边有个磁铁烤耳鸣。金山就是容易平，前锋没来，那这边直接走。救下来了。那双十一狗的，那就平了呀。就是带金身的难受之处。哎，没看到人呢。调香。这不给一个？哎，我以为他一个加速跑那边去了。还蹲，哎，为什么没打出去？OK， 来测试一下，直接签。哎，骗到了，他以为金身。哇，这些人是真的
可以，会玩。这么快？现实肯定要过来的，现在就怕这个调暗师起来把这个前锋偷了，没有张狂，心跳范围内没有减速的，拦住先知就好了。这就很难受了呀。不打针对就要输。我靠！园林在修大房，挑战师没治愈。看见你了，崩了！本来杰克这挺吃出问点的，他万一全都狗起来了，不知道位置。首先你得给我个推运效，哎。这也太寒酸了吧，两个电机旁边都没电器，
让那先知躲起来了，他刚刚在这边给的鸟，开了多少球啊？ 差两台。 还能开不开球？哎呦，这干嘛呀？ 太穷了，这个电机估计压好了吧。 还没，还差好多，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一，那就不着急。
崩了呀！哇，一个推进器崩了呀，放心脏了。一刀斩啊！你在挡什么？骗到你们了，因为我带了一个一级的张狂，他们以为我没一刀。他们判定那个猜我天赋猜错了，他以为看到我踩板加速了，然后我还有一个占有欲，以为我带的风窗和张狂没有一刀斩，然后先知就过来扛刀了。